检验十分，看屁股在咬水，还是屁股在咬水？还没打动啊！我想唱一首《天天想你》送给立冬哥，还有现场的大家。没有在，没有在。哇！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哇！不知道看哪里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。留给你，谢谢，好开心哦！哎呀，不爱老了，不爱老，我们来啊，早点听也不能听了，我做旁人。现在你最近想去哪个国家？我很久没有出国了，我想要去美国。你回来啊！你回来，你回来，那拉不动就。你想去美国？我想去美国。那 OK， 那请问一下哈，在美国的shake 怎么写？预备。下猛药了，吓死你！真的吗？最怕了，小猪！耶！哎呦，多先多下面这个 armor， 对，哎呦，有！哇！讲起来的话，这个一配这一套是我们最喜欢的。一配说很熟，来，干嘛？你赶快干嘛？开场不是说他在那边，你们就赢了吗？那小一配都到我们这里，好不好？哇！拉拉很会走，专业的拉拉很厉害，拉这一招就太狠了。来，请回头。没有，我没有他狗玩啊。没有啊，我们还要三连拍。预备，因为可爱跟性感是所有女生必须具备的。首先是可爱三连拍，备一、二、
三，接下来跨性感，性感一，哎呦呦，二，哇塞，三，哎呦，都很厉害耶，厉害厉害。到底哪一位才是我们真正一 cup 的女神呢？出场哟！哦，谁中了？我有呀，谁对了？来来来，真的是你。啊，叫米米啊，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米米。哎呦，米米你好。对，那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有一卡。真的，是遗传妈妈的。那怎么证明？对，怎么证明？怎么证明？那要不然你上证明好了。触摸式证明，但我们是不能去摸人家的。你拉着我的手摸。是要你的手，是你啊。没有没有，他现在没有，你是被动的，就他是没有哦，你没有知觉，你没有知觉，我们也知觉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这个你要先把手压到麻，哦，压到麻，压到麻，哦，然后再用手帮你打，对打到麻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我可以踹踹看吗？好了，是真的耶，哦，干什么？要晃吗？一、二、三，这个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，这个比较好笑。哎，好有效率的巴斯，瞬间就爆掉了。哎，身材很好，非常好啊。哎，这个姿势，哎呀，早该这样子的。身材怎么这样正点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吧。要不要跳支舞给我们看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哦呦，激动激动！哎呦，对了，好，谢谢。你起床啦，宝贝，吃早餐啦。我想要再睡一下下。他想要再睡一下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慢点，慢点。他还想再睡一下。你真打酱油。宝贝起来喽！芭蕉不一样哦，刚刚是方顺吉哦。宝贝，现在是梅东升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乖。昨天好累哦，让我再睡一下。起来起来，好乖。又没动，二三起床。哇！他穿什么？哎！哇塞！喂喂！先包一下，等怎么一下？他没有，他就是要这样的。露露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有什么？我的胸。来，没有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一边起床。没看到，哇，哎呀，好。可以再睡一下吗？不可以，不行，赶快起床，要不然打屁屁哦。先来喽，穿你的花季酒店拖鞋哦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哎呦。哎呦哎！那你们这样，哇塞，偷球你穿这样，你穿这样睡觉，哎，快要掉出来了啦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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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杰，我心脏要顶了啦！我第一次害羞哎，我太害羞吧？来来来，再到这边来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不是，年轻人，哎，怎么站在那要后边？那么这一道就是俗称的佛跳墙。什么都有，急了，急了。拍片的现场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我被咬了。哎，咬哪里？咬哪里？我的 good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回事？跳蚤啊？就原本想要拍，就是跟猫玩，然后结果就抓好。结果它是石虎。哎呦，天哪！我的猫在床上就发狂的抓。那只猫在发情。是你的？那你觉得我们现在会看你这个伤痕吗？你不是问我有什么好玩的事？很辛苦哎。哎，不是，你下半身应该就是稍微挡一下，这是太露骨了。你睡觉穿这样。不是下半身的问题吧？我里面有穿安全裤。对对对，那个哈，这不是下半身。老婆，我录这种节目，一切都是为了钱，好不好？一切都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钱。女儿，爸爸为了养家活口才访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逼不得已的。到底怎么了？没没事没事没事。你问我回到家为什么录完影之后大半夜我还不睡觉，这怎么睡得下去？太亢奋了，对不对？亢奋了嘛，对不对？直接来看他的，还要看照片吗？慢一点的，慢一点。哎，这个是有拼的哦，啊，
慢一点。为什么要慢一点？就是访问久一点。什么东西啊？差不多。节目还是要进行。这个来来来来，先看第一张起床照，来。零咖啡，哎 ，No coffee, no money, no you, no love， 有没有？没有咖啡就没有早晨，没有你就没有爱 ，No love。第二张照片，我们来一起来看看，一、二、三，这干嘛？他表情为什么会这么享受？你是为什么在晒日光浴吗？睡觉享受阳光，对，享受爱，很舒服的阳光，阳光照射在哎，为什么照片会震动？地震，这是地震，这是第二张，一起来看看绝对恐怖的第三张。啊啊啊！看到一点点，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哦。我们现场先看啊，那如果不能播，我们再修掉，我再打那个草莓上去。你们这样我很尴尬哎。不会啊，不会。现场怎么一片怪怪的气？不会，没有一片，是一大片。一、二、三。哇哦！不是你这个脸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你有山前落水的感觉。蔡小姐，放过水哦！本台消息，今天在和平公园发现一具女尸长发，是，其实哪一个角度都还真的不错。来来来来来，到这边来。我觉得女生睡觉不可能真的脸是那么美，她一定是就是有一点放松放松的样子啊。那你这个脸是整张歪掉？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立冬，来来来，我觉得彩针危险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表现的真的非常好。哦，哎，我个人觉得蔡小姐是敬业。哦，对，因为今天的主题他完全就是符合。等一下啊，你都看他们哪边呢？没有没有，就是睡衣啊，他穿的都是睡衣。然后他三张都有不同的意境。哎，他还换两套有没有？对对啊，那一套是没有穿，就在享受一个三套。三件，然后三件都不一样，那一张根本没穿，没有穿，对不对？我没穿哦。你看这种，那嘉德，我来分析一下，我觉得第一张好像是在 Seven Eleven 睡觉的哦，因为他怎么可能一起来就拿着咖啡？然后第二张跟第三张，他有点便秘的感觉。便秘，这样你也看得出来。你看那一张照片，就好像肚子不舒服啊。哦，便秘，原来没有啦。哦，你早上就是被叫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不要啦，那种小干小便尿。这边是一号，这边是二号，对，到底哪一位的起床照能够博得你的青睐呢？三二一，请投票。二二二，哇！哎，我们签名好不好？签名的。哎，你掉了。我忘记了。两次就够了。走。你这么喜欢比掉，我本来想帮他剪，可是我看他一弯下来，他这个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有点像自律神经失调。这个心跳起伏太大了，从每分钟60下到100下。哇塞！一下你跳到100下？对。我现在是不是又荡下来了？现在慢慢荡下来。慢慢荡下来。现在有高度愉悦的感觉。姐呢？竟然都已经爆表了！哎呦呀，我流汗嘞！我跟你讲，你站在这边，转过来，这样好，预备，起啊！要看他了，要看着他，吊朗飞，你看哦！啊，我们在做测试了。你眼睛都红了。我觉得他如果靠我比较近，我反而会比较那个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
预备起，啊！哎呦！哎呦！爆炸了，爆炸了！没什么好沮丧，这代表你是真男人，是是不是？すごい、ダメ、行く。すいません、もう一回でしょ。